孤独的 team。 这几天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挺好玩的。说实话，我第一天和第二天感觉有点度假的感觉，然后第三四天开始就感觉大家都进入状态了。真的？对。展开讲讲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记很多。怎么觉得 Kelsey 是去现场吃瓜？那你觉得今天算是吗？那个周周。周周。不算吧，我觉得这个只能说他确实是一种会谈恋爱的表现，很主动，很会照顾人，然后他在那个象限上写的是会谈恋爱，我显然不会谈。对，就虽然我年纪比你们都大，但是这方面经验我真的很少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种环境里面待过，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我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。没有必要，我就是没有必要去跟其他男生竞争啊，或者说一个女生不喜欢我还会跟她继续在一起啊之类的。感觉你好像不得不跟这些其他男生竞争，但是你又不是那种会竞争的人。对，有人想学吗？学习。学习。之前周周说他的理想型是刘浩存，我有一阵儿特喜欢刘浩存，然后我一猜就是小小，大家都说独美呗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一直以为周周喜欢的是那个 Sherry。 那你现在怎么想的？我现在昨天我在活动上不也说了吗？目前对他好感应该是最高的。异性的好感度排序，认可，第一。这其实第二天是我跟小小出去单独的，因为他说他没谈过恋爱，我鼓励他说，我觉得女孩子要多尝试。要解释那一段了。很多人也很喜欢你这种类型的，所以我觉得挺好的，他在尝试认识不同的人，最后才知道自己选择想要什么。但当然内心是有点不好受的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能就是说顺其自然吧。反正你可以再坚持一下嘛，还有这么多天。有好感的人不一定对自己有好感，我觉得挺煎熬的。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走心的人，因为我感觉，但是我只要走心了就会很难受，所以平时我感觉自己是在一个比较被自己麻痹的一个阶段，就感觉像是防止自己太多感觉让自己难受。那你难受是因为就是？不，没有没有，也不是难受吧，就失落吧。他也很坦诚哦，他也很坦诚。就是人生嘛，总不能所有事情都如你所愿。你说的对。其实最后没有什么恋情，我觉得如果能让自己更进步一点，更好一点，更完美一点，也是有这种收获吧。能交到很好的朋友也挺好的。你说的对，来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了，这俩朋友锁了，就是朋友了，好朋友，挺好，挺好。我突然不难受，我确实，一下子点醒了我，笑死。其实我还蛮佩服你这种松弛感嘛，应该叫还是叫钝感，就是感觉能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。其实我前两天也是这样子的，真的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你说这个人呐，希望你两天以后也能保持现在的心态，你还能开导一下我，要不然咱俩都这样了咋办？我绝对可以的，加油。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小小很单纯，很可爱。完了，小小不喜欢你说的可爱。对，你也挺好的。那必须的，老娘，老娘才是女神。说的对。他咋跟 Kelsey 不来电呢？他俩都太理性了。康康，这个你拿去喝。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礼貌啊。康康，我看你胃不太舒服，我给你泡了杯养胃的东西。哎，这么说有点太刻意了。要怎么说好呢？恋爱靠真心，互为靠用心，真正的关心是不需要犹豫的。哎，
怎么一个人傻傻的坐在这里呢？是不是滑翔伞太刺激了，到现在还没缓过来？我以为我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了，没想到上去了还是不太行，太刺激了。我也是，我感觉我胃里现在翻江倒海呢。哎，我刚泡了杯护卫的喝过了，我给你也泡了一杯，你拿去试一下吧。还是你够细心，多谢夸奖。终于可以让胃缓一缓了。